嗨，粉丝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安哥呢来看看我的人参果。是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人参果好大力哦，朋友们。哦。安哥啊，你继续打开给他们看一下。这个人参果呢，安弟种在花盆里面啊。其实呢，这个人参果哦，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不懂它什么品种啊，但是朋友们说我们的人参果好大力，因为安弟给他吃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安弟给他吃鱼头鱼鳃啊，放在泥土里面沤了肥倒下去啊，还有喝鸡蛋水啊，所以他的这个人参果才这么大力。朋友们看到吗？好开心哦！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这棵人参果树啊，是种在花盆里面，它差不多要倒了啊，种到它，因为这个果实太大力了，所以今天安弟拿出来给你们分享啊，朋友们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好大好大哦！哦，安哥摇一下电话，你看，对不起啊，朋友们。现在安哥继续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哦，要野青了吗？哇，这个是。安哥，你靠下去一下。圆形的人参果，圆形的。拍到安哥的脸，跟他的脸相比之下，看一下安弟的脸跟他的脸，哇，蛮大，这个人参果太大，还没有熟啊，安弟很想吃它了，但是还没有熟啊。安弟现在打开来给朋友们分享之后，那安哥又抱回去啊，因为还没有勾熟啊。安哥现在又开始开这一包啊。这棵树呢，有小力有大力啊！包两个干嘛？啊？包两个纸袋啊？啊？包两个纸袋呀、啊？你包的啦！哎呦！哇！朋友们，这里更大力啊！你看，我们手抓不完的啊！看看你靠脸脸看，脸脸靠进去。蛮大力啊！这次最大力。全部都很大一下，很开心哦。这里也是有小粒的，还没有长大。这粒呢，安哥要去拿纸袋来抱回去，因为纸袋破了啊，很明显啊。所以我们抱回去呢，它比较没有给人家看到这样明显哦。好大力哦！还有上面也是有啊。美啊，比你个美安哥大，嗨嫩嫩嘞！哦，你看，超大力，这次的超大力了。不是超大力，不是超大，超大就烧焦 啊！超大力啦，你看，极美啊！极美啊！你们看，哎呦，我这个是种花盆里面哦，不是种泥土哦，泥土哦，种花盆已经这样美了咯。花盆大花盆的泥土嘞，好，给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花盆。来拍拍那个花粉，给朋友们分享一下啊！好了，大家分享一下，开心一下呢。这个花盆呢、啊，只这么一个花盆罢了啊。那么这个泥土里面都是我沤的那个啊，鱼头鱼鳃啊，水果皮啊，什么都好沤在上面呢、啊。那么它就留下这个花盆里面，这次呢长的果实就这么大力啦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！安哥再度把它抱回去。我这棵树哎，花。朋友们，安弟要告诉你们呢，这棵人参果呢，我们种了好几年了。不过我们买的时候呢，才不懂是40多块一棵是吗，爸爸？是40块啊。40块一棵啊。低的比较便宜。那么呢，它结的果实啊，都是好大力，不过要够肥的哈。如果它不够肥的话，结出来果实就没有这么大力了。那么等它成熟了，我们再继续拍给朋友们看。安哥啊，你买的时候那个人跟你讲是什么品种？
外国的品种，好像是越南的什么，是吗？是越南还是泰国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什么品种啊，朋友们，因为买的时候哦，那个人只是讲哦，张爹张爹，就是美啊美，他讲美。是本地种就对了。他讲印尼不够真的 money， 他讲甜美美，但是我们也要细心照顾他才会给我们果实大大力啊。如果我们没有照顾他，没有给他肥，他长的果实也是小小啊。你这里也要抱回去啊？要啊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很怕小偷啊，来偷啊。哦，偷是那些，不要乱抢啊，偷是那些。今天早上还是金龙，所以安哥继续拆这边呢，要抱回去。哇，这里也是很倒立哦。闻一下熟了吗？不知道，要看谷歌才知道讲那个熟。没有啊，那个皮啊滑滑了就熟了咯。靠，其实以前我们采的是这样也是熟啊。勾水一点比较好吃啦，晒树上勾一点时间，那么就更滑更多水哦。主席主席，这里还有两粒要搬回去。这个呢，人参果希望在这个新年的期间哦。熟了我们可以采下来精神哦，拜拜啊。等它熟了之后呢，我们会剪下来给朋友们看。安哥啊，你看我们的人参果太重了，整个树都倒下来啊。多几天成熟了采了就没事哦。你看这里也是好大力哦，这里还有一粒。安哥，这里来包一下嘞。哪个？来啊，你我包包埋个名堂来，来好了，我背个名啊。谷歌看讲什么？那个皮粗粗的掉了就熟了了吧？人参果就不用包了，就是怕人家。嗯，这里露娜坏了哦，这里坏了。人参果就不用包了，我们要来包。爆了比较什么咯，安心哦，也不用怕有小鸟来吃它熟了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等它熟了才来剪下来给朋友们看。